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阿姨。今天呢，是我们的侯市长，还有我们众多议员们呢的第二次拍照定妆哦。现在是在新北市我们的国民党的党部。那不好意思，挡住各位记者了。刚刚有人访问侯父呢，第二次拍照会不会紧张？侯父说：“也唔知呢，会吗？”这届吼，无流汗。啊，心泡泡跳哦。心无跳就出去啊。答对了 ，OK。所以表示你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幽默。那待会呢，今天的议员大概比上次多了更多。那所以侯父要带着我们一起把最棒的定妆照拍好，好不好？上次都是帅哥，这一次都是美女，所以这盖心就比别盖卡好。OK。所以哦，铁汉也是柔情啊，哈，对美女还是无法招架的哈。OK， 那就等侯父了。我现在访问我们这些在现场的议员哦。来，我们先访问一下我们的书记长。来，周盛考，周大哥，你好，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来跟侯市长我们的未来的市长来拍定妆照能够为他为我自己来呈现给所有的人民最好的印象。再次介绍一下，周盛考议员是板桥选区的哦。那接下来呢，这位是我们的丰尧议员，谢谢。好，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好特别来到我们中国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哈，跟我们中国国民党最强的母鸡哈，侯友宜副市长哈，侯市长哈，特别来拍我们跟我们所有党籍议员哦一起来合照来定妆哈。为了选举来暖身，也谢谢我们在新武泰林啊，我们淑君阿姨哈、啊、这么用心，为了我们直播哈、啊，让我们呈现我们现场的各项的一些状况。现在我们侯友宜市长啊候选人也特别现在正在定补妆化妆当中哈、啊，那也谢谢大家我们所有乡亲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跟爱护，我们继续努力为我们新北。来新北继续向前，我们一起来共同打拼，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邱丰尧议员，选区在中和哦。那今天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个拍照呢，我想大家因为在上市有很多的好朋友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个建议哦，那所以呢，待会的一个比定妆的姿势呢，还有这些手势一定会有所不一样。那接下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换个美女好了，来雨珍，来。这是我们议会最年轻的议员哦，来，我们的雨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您的选区，还有呢，您想跟我们各位问候的。各位主人好，你的LINE都是这样子写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雨珍，是平地原住民选区，我的选区就是新北市29个乡镇市都是。那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希望我今天的拍照可以顺利成功，大家一定要支持国民党，让我们重返中央执政，谢谢。雨珍呢本身哦在开议会就坐在淑君阿姨前面哦，非常认真的孩子。哎，对，讲个原住民的问候语来。哎呦说你个干嘛不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大家好。那动算要怎么讲呢？麻辣麻辣，所以侯友宜动算，侯友宜麻辣。这是重点哦。 OK， 非常认真。然后呢，他也是我们这一次呢今年的我们的副书记长，谢谢您，谢谢。来，我们再来访问一下现在正在化妆的宜君哦，来。要，这一定要的哦。真的吗？应该先哦，好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各位线上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是可以比较化妆前化妆后的一样漂亮。我在新店深坑石碇平林屋来，大家好。好，那就是这化妆前的宜君哦，化妆后的宜君呢一样是正妹哦。她现在呢今年未婚，每一年都30年前也未婚。 OK， 好，待会我们再来跟她聊聊哈、哦。来，我们来下一位，来姐姐等一下哈、哦，来
我后面吗？好，你看，来来，不用不用跳过，来来，这是我们的春妹姐姐哦，也是我们呢在去年呢党团的副书记长，来为各位姐来问候一下。姐姐呢是我最佩服的哦，你看她哦，本身呢也是被火纹身过哦，可是她的一个坚强跟坚定哦，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尤其是在上次那个八仙乐园的事件，她也挺身而出，然后来告诉这些受到伤害的这些宝贝们如何来做危机处理，如何来面对新的人生。所以我们请春妹姐姐跟大家聊聊。谢谢我们最漂亮的这个蔡淑金阿姨，很感谢哦，我们这次一起来跟侯副市长一起来拍这次的这个竞选的宣传。那我跟那个原住民平地原住民议员的其他议员一样，我们的选区是29选区，这个幅员辽阔，但是呢，我们秉持一个为原住民服务不分你我，一起大家努力打拼。最重要就是说，这次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让原住民或者其他人哦都来当选，让我们的侯友宜市长。也跟我们结群，我们所有的议员一起来努力来帮忙那最重要就是说，这次呢不管是宋宇珍议员也好，我杨淑芬议员也好，我们两个一定要当选。所以我们两个拍一下来，耶，来讲一下当选。马达妈啊，宋宇珍、杨淑芬、马达妈，侯市长、侯市长、宋宇珍、杨淑芬、马拉马达妈，两种说法可以，马阿拉马达妈啥一直认。谢谢，这叫做每日当选的一个哈。来，那淑君阿姨呢要接下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斐凡姐哦，这都是坐在淑君阿姨身边哦，陪着我们一起在议会问政哦，为我们选民然后努力的议员哦，我们的斐凡姐跟大家请安一下。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永和选区的连斐凡。斐凡姐哦，本身哦是一人当选两人服务的最佳典范哦。他们家的达哥呢，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呢，完全分摊了很多在行政上没有办法忙过来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在地方大家都知道，只要选斐凡姐姐呢，一定是两个最强的一个阵容服务哦。那跟你的选区的民众再问候一下好了。好，永和选区的乡亲大家好。永和这一次哦少了一席，所以是非常艰困的选区。再怎么拜托各位乡亲们，大家鼎力相助，让我这一次可以顺利的连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问政风格哈、哦、是一流的，而且呢永远就是不发脾气，但是就解决事情的好议员哦，谢谢。那这个哈、哦、来，他告诉我哈、哦，耶、yeah, ，他是坐在淑君阿姨旁边的佩如白雪公主。然后也是这一次呢，在这一次什么追火车对的领队哦，然后他也告诉大家哦，只要多运动。他常给我们在议会给我们一些小撇步、哦，是我们议会的开心果，我们的佩如。谢谢淑君阿姨，希望下次呢，这个不，希望这一次的选举佩如呢可以有机会继续留在我们新北市议会，然后呢为大家来发声。然后淑君阿姨跟我是同一届，我们是第16届进议会的，希望呢我们呢还可以呢继续的留在基层，为我们新北市民来发声，也希望呢系指金山万里的选民可以支持最正的议员，就是我们两位啊，我们是正直正派正妹正妈，对，正妈是重点，好不好？我们两个都是有两位宝贝的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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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看到一位哈，全议会最帅的哈，我们的民意哥也进来了，来，议员现在在开直播，谢谢议员，跟你的选区的好朋友问候一下。我跟呢民意哥呢都是新庄五股台山林口的，我们就自称呢议会有个帅哥，有个美女，现在直播当中，是的。啊，我跟各位这个我们在线上的好朋友或者是在现场的好朋友哈，现在正在直播，我们今天下午轮到我们第二批跟这个侯副一起拍照，希望有一个很赏心悦目的照片，然后能够在大街小巷跟侯副，是说这样子吗？赏心悦目跟侯副一起啊、哦、在这个街头上面啊跟大家做最诚恳的拜票。那再一次谢谢，请大家支持我们中国国民党在为我们新北市来努力打拼，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议员，当然哦，谢谢，谢谢。哎，然后现在，哎，我们的景定姐姐，来 ，hello， 景定姐姐也是坐在哇前面嘞哈、哦，来，我们的好姐姐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好，大家好，我是陈景定，在这儿祝各位快乐健康，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来找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
谢谢景定姐呢，是中和选区的议员哦，也拜托各位喽。好，那我刚刚有漏掉，哎呀，国春，你上次帮我们大家鸽子，大家在线上等你的。来，国春哥，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优秀的蔡淑君啊，在我们林国市无人可以批挡，但是新北市啊，林国春啊，跟我们侯友宜要拜托大家，我在板桥区，我们今天国民党都是最优秀的，只有国民党自己的优秀可以批评这个民进党，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好，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民进党一定要倒台湾才会好，谢谢。谢谢。那国春议员这边哈，之前在上个礼拜吧，李昌钰博士已经入籍我们新北，然后呢是在我们林口，他就是当时推荐我们林国春议员从政的老长官哈。我在25号才去李博士那里，还特别拜托他一定要回来投票。然后呢，既然因为他住林口，但是因为林口新庄很多我们同党同志，但是住哪里就住选那个区啦。如果住五股，当然就是这个民意嘛；住新庄就是这个我们黄玲玲，还有他们家还有很多人啊。但是如果住林口，当然就是蔡淑君了。我也跟他讲过了，他住在我们林口仁爱里。哎，谢谢谢谢谢谢荣誉，对对对对对，好，谢谢，来，嗨，哦，可以了哈 ，OK， 好。好哦，接下来就是淑君阿姨要入境咯。等一下，还没，时间很长。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的主角来，赶快。我们这边时间在哪？来哦，现在在线上呢，就是我们的宋宇珍议员，比个赞的手势呢，就是希望我们新北能够最赞。永远都在帮我们的原住民发声的好议员哈。对，这个姿势是最棒的哈，大家互相背靠背，然后做双方的靠山。宇珍加油。对，有力哦，来，一二三，站。来一张啊，来一二三，好，比个爱心，送上满满的小爱心、大爱心，每给我们每一位新北的乡亲们。接下来下一位呢是淑君阿姨。是淑君阿姨，阿姨先，阿姨先。那因为现在阿姨就没办法直播啦，就把我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白佩如小姐。对，来，是我议会的搭档，我们小朋友进来。现在在拍照是我们宇珍议员哦，宇珍非常认真，也是国民党非常年轻的议员哦。宋宇珍加油！好，我帮你加油就好了。对，好，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议会的阿姨淑君阿姨要上场了。好，小朋友先，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好，来给我把谁？把谁都好。认真新北市哈，幸福大小事，所以这个幸福应该是往那边吧。新北市幸福。好，你跟着新北市，扛新北市有责任，扛着新北市。这侯父遇到宜君那个淑君阿姨哦，非常的腼腆。来，笑一个，看前面。好，小朋友练过、哦，小朋友笑一个啊！耶，小朋友耶一下耶，耶，不要插到鼻孔哦，耶！好，来前面喽！来，再次哦，来三，哦，三，
我们淑君阿姨可以说是做事非常认真，而且呢地方的大小事呢淑君阿姨都非常的热心，为乡亲来这个服务。你看我们侯部把新北市都扛起来了。我们侯部把新北市都扛起来了。蔡淑君加油，侯友宜动算，侯友宜麻辣，侯友宜麻辣，好，你别叫侯友宜讲麻辣锅，麻辣就是动蒜的意思。好，谢谢小朋友，来。刚刚呢，你们看淑君阿姨哦，故意用一个那个就是认真大小事，幸福新北市。新北市是用蓝色的字体哦，就是希望呢，我们的侯市长入主我们的市政府，扛起我们新北市的市政哦。好，那现在呢，来拍照的呢是我们中和区的议员邱风瑶，可以吗？我付你的那个。衣服可以，好哇，两个非常搭的，风瑶呢本身在疫情啊消防的部分呢投入非常多的心力哦，尤其呢是接续他爸爸的执政之路，然后在中和地区呢问政是一把罩，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只要选民服务案件到我们风瑶手上呢一定是可以全力以赴把它完成的，拥抱着我们新北市市民，拥抱着我们新北市这块土地，希望呢我们风瑶在中和呢能够一样高票的来连任。来，那刚刚呢还有没访问到的是我们的宜君议员哈，来宜君，记得洗化妆后的宜君赶快睡吧，化妆术好不好？好，我告诉你，这是宇珍议员的助理化的哦，所以宋宇珍议员他的助理非常能干哦。大家好，我在新店深坑实地平林屋来，很高兴呢可以在我们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呢跟大家认识，那跟淑君阿姨学习咯，因为她非常认真，那我现在是要进入第三届，希望可以继续呢在第三届的时候为市民服务。得讲一下哈，那个宜君议员的选区非常的大哈，大概是我们新北市的十分之一，所以常常哈在主刷楼害哦。那尤其宜君呢，本身在对那个参与式预算的推动呢是不遗余力哈。那在议会永远是有一些创新的议题，然后让我们呢这些议员们也能够跟进。那总而言之，就是要将市民的大小事都当成自己家里的事一样，我们努力把人民讨贵的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宜君议员，好，谢谢。那接下来是换家。来换家，淑君阿姨好，这是我们板桥区的我们的曾焕家议员哦，在我们两个同个审查会哦，那从都是呢我们的那个焕家呢在照着淑君哦，那把每一个市府的一个提案呢我们都能够把关，然后呢监督的更好，但是就是要把他们所交代的每一件事情，民众交代的事情都能够全力以赴的达成。那我们请我们的焕家跟各位勉励一下。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我们的未来大家长啊侯友宜啊，那能够透过今天那跟所有的党籍议员大家来合照啊，我相信过去淑君在议会的努力啊大家都可圈可点啊，那尤其看到我们不仅朱立伦现在接棒给我们的侯友宜，我相信啊这市政的延续性未来会打造新北市啊让我们的更加的安心的居住，而且能够让我们的民众的水准能够超越台北，相信啊这是我们所有的议员还有我们侯市长啊未来大家的共同的蓝图。那在这边非常谢谢今天的宜君议员淑君议员啊今天这么样的努力啊能够来为我们直播啊，这次这边预祝我们啊淑君阿姨高票连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常哦在议会会常出一点小笑话，就是哦我们议会有三军，一个是洪家军，一个是陈宜军，一个是蔡淑君，所以常常会被叫错。对，那重点是我们三个军呢都是最认真最努力的，而且都是正妹级的哦。 OK， 你少讲了一个、啊、你们是议会之花呢，我们是不好意思啦，哈哈哈哈，谢谢。然后刚刚访问了我们的宜军呢，然后我是淑君，那接下来就要访问我们的家军，就是我们三军。那昨天淑君啊有办一个捐头发的哦，
就是我们要来做爱心，那也是从我们家军先发起，之后是宜军，还有再是蜀军，所以三军都会，对，三军都汇合了。来，我们请我们家军跟各位问候一下。哦，我们所有的直播前的听众、观众，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对，大家好，是。哦，我想哦，今天我头一次哦遇到这么辛辣、反应又快又漂亮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蜀军阿姨呀、啊。吼、哦，那我想说，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吼、哦、见个面。那同时呢，把那个这样的一个现场、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现场大家，我刚刚听到我们一些同仁讲“母鸡带小鸡”，我觉得更像是什么“众星拱月”啊。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凝聚力，可以真的哈、一起把新北市整个气势带上来。那我想我们大家都期待，就是侯友宜侯副市长能够成为我们新北市的市长，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哈、议员同仁，大家继续努力，我相信新北会不一样。嗯，没有错。其实，我们都在不同的一个地区，但是我们在议会呢，都是全力以赴，只要是市政府所提的一些建设方案。我们一定是全力支持，我们是完全不分蓝绿。那我们的家军议员呢，是土树三一，而且是跆拳道的高手，摆个姿势吧。哎，双军合体一下，好不好？军合体，我完全没有拿，换我帮你拿。来，第一个手刀，对，记得要扣起来，这个要平的，好啊，不要挡到自己的脸，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然后这个是要这个样子握拳，对对对，这样子要插手，这样叫照相，对对对。好，来，眼睛看着你的目标，你想要砍谁，就给他狠狠的瞪过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气势，就代表我们问政的一个气势，对不对？非常好，哈，然后要喊声呢、啊、，OK， 一二三，哈，双军合体，好，来，谢谢。OK， 谢谢，我们一起努力哈，谢谢。好，那刚刚呢，蜀军也特别讲一下哈，我们在4月24号那次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有说就是要送各位小礼物，我已经抽签抽完了，各位可以上我的那个就是4月24号的那一版去看一下。那今天一样哦，有两个问题就不一样喽。今天来拍的很多的有男有女的议员很多，你可以写出各两位你看到是谁。然后呢，再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刚刚蜀军阿姨已经拍过了，蜀军阿姨带了几个宝贝来现场，然后蜀军阿姨的 slogan 是什么？那一样送这一个 Hello Kitty 的水瓶，因为夏天到了，我们要跟家军一样提倡环保，所以呢不可以喝太多的用塑对对对塑物的一些东西哦，所以自己带这个水瓶出门，这是我们这次直播的礼物，好不好？那蜀军阿姨呢一样会让各位留言到4月28号的晚上6点，是六点吗？亲爱的，9点没关系，看我上面怎么写好了，然后一样会够抽出15位哦，得到这一个可爱的小礼物，感谢各位。那我们再来再继续再拍什么？来，嗨，美方，好啊，等一下，等一下，美方等一下。我们现在线上所看到的呢，是我们的议会的帽子天后哦，也是我们的0000，我们市长，对。在议会呢，我们都是跟随着我们的林林市长的脚步。为什么叫市长呢？他在新庄呢当了非常多任的市长，他虽然你看个子不高，他一样哦。哎，今天这个换人了呢啊，这个换人，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对，垫高啊，挡住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所以呢，你看今天哈、哦，侯副很贴心哦，也帮我们的林林议员哦准备了这一个。那在议会呢，林林的体力是超级好的哦。这不用垫，这不用垫。蔡明堂出现才要垫高了哈。OK， 来来，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哈，是我们用背影好了，来是我们的议会正妹哈，也是正妈了哈，来。来，等一下，小朋友再见。小朋友再见。新阿姨，拜拜。有美方了，好，再见了，再见了。这是我们林口华尔街，要不要留下来帮？要不要？要不要留下来拍？不用哈、哦。这是我们林口华尔街的小朋友哦。可以啊，他们留下来的话。借拍吗？可以借我吗？上个厕所，OK， 好，来，这是我们的美方哦，他是最重视教育的，尤其他是去年吧，去年2月24日，去年，宝宝是去年2月24日，
哦，去年2月24号，然后呢有一对双胞胎的可爱小宝贝哦，那你看哦，新玩意在新来过，他你后丢了哈，我一样。那美方呢对教育的一个付出哦，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他跟我一样哦，都是很喜欢小动物的。那对流浪的议题，流浪狗这些浪浪的议题呢，我们是非常在意的哈，也更重视。那现在也请美方跟他的选民问候一下板桥的女儿，帮给我找不见，帮给我找不见。哎，我每次看到那个淑君阿姨啊，我都觉得说她真的很棒哎，因为她每一次呢在林口都有新的不一样的这个创意出来哈。那我们两个呢对小朋友也非常的关心，所以刚来了非常多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平常只要快要儿童节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淑君阿姨的礼物哦，因为她都会请，除了请小朋友吃糖果，她也会请我们吃糖果。所以说呢，就是很开心，等到那个儿童节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拿到礼物。所以说呢，淑君阿姨真的是非常大方的一个阿姨哈。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个小朋友以外，还有就是我们流浪动物的议题。其实淑君阿姨呢也一直跟美方呢都希望说可以用领养取代购买这样子，然后希望能够说呢让流浪狗能够越来越少这样子哈。那我们这些毛小孩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那今天在这里呢，很谢谢我们的淑君阿姨，她真的你看她人缘也超好，她今天还帮大家做这个直播。那我相信说我们林口的乡亲呢也知道说我们的淑君阿姨呢真的很用心。现在推销我吗？啊，对啊，不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因为我想呢，在未来呢，这个帽子天后出现了，对对对，嗯。那我相信在未来呢，如果有需要美方这里呢，我们板桥林口都可以连线，然后呢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呢，都可以让我知道这样子。那我是板桥的女儿，然后我也是这个我最主要主攻的就是教育跟妇幼还有弱势的这个区块哈。那我相信说呢，教育可以改变未来，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只要把教育做好了，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把教育做好了，我们的国家一定更有竞争力。那今天在这里呢，谢谢大家哦，如果有空的话来板桥可以来找我 OK、好，谢谢。非常喜欢美方的原因是哦，他自己在板桥每个地方呢，如果他有放一些广告呢，他的那些 slogan 都是非常棒。那在苹果祝大家平安，对不对 OK。 那板桥的女儿就拜托各位咯，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对记得分享一下脸书哦 OK， 上去按个赞哦。那现在在拍照的呢是我们的曾焕嘉曾议员哦，对，你的眼镜为什么不见啦？你的眼镜呢？哦 ，OK OK， 好，来，现在在拍照的呢是我们的春妹议员哈。来，刚刚现场有谁？我还没有访问到吗？都访问到了吗？玲玲，哎，对，还有我们玲玲，哎，对，我还没访问到你啊。要来要来，你是我们的主角哎，来来来。我们淑君在淑君的访问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这位帽子天后呢，我刚刚特别讲了，今天侯夫很体贴哦，拿了一个小垫子给您哦。对，那虽然呢，虽然我们的那个议员啊个子娇小，但是他的活力跟体力哦，还有问政的功力哦，是一级棒的哦。那我常在讲，我学习的对象呢就是他，跟着前辈走就是不会错。那我们请我们同个选区哦的玲玲议员跟各位请安一下，跟线上的好朋友问候。好。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哦。那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难得哦，跟我们侯父哦一起来照定妆照。那最重要的呢，就我们的指导者是我们的淑君。那淑君呢确实是真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当领航员，所以呢他只要做什么都像什么，他是人生舞台最出色的演员。那非常喜欢他，非常爱他，因为他确实的问政能力一流的，那地方服务也一流的。那去跟人家祭拜的时候，他又用跪的，也是一流的，真的什么都是一流的。所以呢，我非常喜欢淑君阿姨、淑君姐姐、妹妹啦。说你妹妹的话，把你委屈了、因为你跟我太侪岁，你跟我30岁了。他少我30岁，淑君超过40岁吧？没有啦，其实你各位就知道哈，所以在议会呢，大家都很疼爱淑君阿姨哦，每一位呢都是这么疼我。还是要拜托各位哦，在那个新舞台里的部分呢，一样记得哦，让我们的玲玲
议员呢能够继续连任，尤其他是在新庄吧，大家都叫他阿嬷哈，我们新庄之母哦，非常对在地的不管是教育，尤其是棒球，他跟我们蔡明堂议员一样，对棒球是非常关心的，他就是我们的林宁议员。你看国顺马上比赞哈，谢谢你哦。哦，好，我得讲一下哦。市长这边哈，林宁这边跟淑君雅一样都开过脑波、哦，所以我们两个哈都是还是用最坚强哦，对，然后呢来为民众服务。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生过大病，然后就很多的借口。我们永远呢在服务选民部分呢，我们两位哦一定是冲在最前面，对不对？不会辜负民众对我们的期望。然后你看帽子天后，他帽子大概有1000顶哦，而且每一顶都非常有造型哦，各位。看到他的时候可以跟他叫一下帽子天后好不好，谢谢我们最棒的议员，谢谢谢谢。那谢谢。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党部的副主委，然后各位蔡报啦，好，来丢啊，啊我们蔡报啊，怎么样啊，但我们左转右转我们都要很听话哦。那我们也请我们的那个党部的副主委，我们的蔡伯文大哥也跟各位线上的好朋友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我所敬爱的咱新，这请拿麦克风啊！我所敬爱的咱新北市，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谢我的同的，我的好朋友淑君阿姨，今仔日特别来这来带咱直播，要来介绍咱新北市上优秀的市长侯友宜。重情重义，好友谊，大家有看到无？非常优秀，真亲切，同人而乐。啊，咱淑君阿姨，伊嘛来介绍到咱新北市上优秀的新北市的议员。咱这议员，就是要来当选了后，要来争取咱全新北市的建设，要来和咱好友谊共同为咱新北市的幸福来打拼。所以咱淑君阿姨有一个口号，叫做认真大小项代志，新北市的幸福就是因要来斗争取。所以我希望咱新北市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定要来支持咱中国国民党所提名优秀的市长候选人，要让咱安居乐业，重情重义的好友谊。另外，咱有提名真侪优秀的，像咱淑君阿姨这非常优秀的咱新北市的议员，咱嘛特别爱来台支持，让因当顺利来当选。恁讲好啊？唔好啊？啊，那翕相翕啊差不多了，就会使过翕别人咯。非常感谢各位，恁在这咧收看，感谢努力，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博文外青东哈，哎，我可以问一下王浩森没有访问到吗？唐慧玲，唐慧玲 ，OK， 好，那各位淑君阿姨就先在这个直播就告个段落了哈，那再次拜托大家，对我们有更好的建议，随时在线上告诉我们。你还没吗？没有，哦，真的。哎呦，你看，所以是重点人物啦，来，女儿一起进来好了，来，这个是呢，也是跟淑君啊一样哈，哦，是同选区哦，新庄五股泰山林口的我们的议员宋明忠。那宋议员呢，本身呢是从最基层的远景，跟我们的侯副市一样的哈，侯市长是一样的，然后他当过代表、主席，还有泰山的乡长，然后呢县议员，然后到我们的市议员，一路呢从基层打拼起，所以他最了解地方民众的心声。一样跟淑君阿姨一样想法，就是人民百姓就是我们的讨街，所以呢我们不会怠慢我们的讨街的哈，我们都非常的认真全力以赴。那旁边呢就是我们宋议员的女儿哈，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很多的选民服务案件呢也会陪同他爸爸一起来服务，然后呢让我们新武泰林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照顾得非常的好。不好意思，我们请我们宋议员跟大家问候一下。谢谢我们淑君阿姨哈，我想我跟淑君我们一起打，为我们新泰武林为西北市共同来打拼也几十年，大家彼此之间互动相处都非常，彼此的默契也非常，因为彼此有各方面的服务的都不一样。那我是来自基层，
因为我跟侯务市长都是来自警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都常有人攻击我们侯务市长，那侯务市长他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财产生命财产安全来一起来打拼，所以我们是职务上啊，上级长官指示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要怎么去完成任务啊，我们也拼着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的安全一起去打拼。那为现在我们新北市的我们侯务市长跟我们一起，要为我们新北市来幸福安定，来共同来打拼。我跟苏军议员，我们会全力来配合侯市长，打造一个我们新北市一个安定幸福的一个新北市。谢谢，谢谢我们宋议员，谢谢你哦，谢谢，加油哦，谢谢，谢谢。好，那刚刚我讲了一半哦，其实呢还是要靠各位，那有些更好的建议呢随时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会很努力把你们每件事情做好。刚刚我们有看到呢宜君在化妆，对不对？但是没有看到我们的男议员在化妆哦。我要带各位来看一下呢，我刚刚讲的我们议会熊 N 导哎，好，来新北市熊 N 导哎，我们的民意议员，这时候方便吗 ？OK， 好，立华哦。民意议员平常都看到他哈，在电视上面口才非常的好哦，而且上镜头都超帅的哦。还是一样吧。为什么第一次化妆就要被抓包？哎，刚刚宜君也是啊，对啊。那议员在这边呢，包含就是他在对很多的这样的议题呢，都有他的一些看法。那刚刚他也是从昨天是不是去那个八百壮士那边哈，也帮各位发声哦。那尤其在那个毛小孩的部分呢，刚刚我讲过的美方或者是我们宜君，还有我们的民意呢，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让我们新北更幸福，好不好？议员，谢谢。一般女孩子很怕素颜，男孩子很怕化妆。所以我平常不化妆，第一次化妆就被抓包、啊、因为你帅啊我才敢啊，对不对？ OK， 谢谢你哦。我第一个男生是访问侯友也在化妆，那好呢，这一个呢压轴也是您哦，谢谢，再次谢谢我们民意议员。那谢谢现场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 Part 2 然后就直播到现在，谢谢各位，拜拜。